大家好，我是死佬。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，我哋继续玩翻平替嘅。上回讲到我哋嚟到呢个咁嘅棋子房，系咯，一个类似嗰啲叫士兵嘅房间啦。咁跟住攞咗条锁匙，跟住一直都唔知点解嘅。咁原来咧我揾到啦，终于到吓。那个地方其实就系喺呢度，有一个打唔开嘅柜，我成日都睇漏咗啲字。呢个柜打唔开，打唔开其实就好简单，就系用锁匙啊。原来就系咁啊。跟住会攞啲咩？柜打开咗啦，跟住咧里面放咗黑色嘅樽，黑色嘅樽有啲唔全，有啲不祥嘅预感啊！哇，飞箭！我系真系唔知啊，我啱啱直接发现咗就直接继续开拍啦，竟然系飞箭，好贱格啊你！算啦，我哋再嚟过，应该系点样避咧？呢条路好长啊，呢条路啊，好难可以咩噶？紧要吓，啲血迹应该系提示嚟嘅。如果冇估错，你话行扮走扮发公子，咩公子咧？攞完个黑色精嘢就突然间熄晒灯啦吓，密执即系攞你包，唔使咁啊！就犀利，俾得靓。再第二次咧。哦，顶你个 fat 啊！即系有血嘅地方，你就要避开啦，系咪先？简单啲讲就系咁。哇，好在我拣普通难度，如果拣超难嗰啲，真系黐一线我相信咧，我肯定啊，嚟到最后一两次啦，希望唔好卡咁耐啊，应该冇问题嘅，系咪先啊？呢啲咁嘅嘢好嚟啦！哎，顶有毒错，唔系毒嘢，唔好成日讲系毒嘢先得噶。读死书啊你！你好，开点？抽啲物质，好啦，跟住咧，回避啊！哇，刚突然间卡住咗。啊！我谂住一个好靓嘅侧身避开佢啊，点知避唔开？吓，我咪即时褪后就冇事咧？啲箭系咪会快过我个人咧？其实我喺度咁样谂，其实有机会避得到。不如我哋试下咯。好，我哋其实都系得两摊血，应该唔会有第三次发射箭嘅机会啊。难保有，不过一听到声就好熟啦，你吓，一听到声就笑 Q 叔，唔识 Q 叔就死啦。咁残忍 Q 叔，避开，犀利，嚟多次。我觉得支箭会追得快过我咯，果然漂亮。会有第三次，冇啦吓，如无意外，成堆士兵等候住我哋，咁我哋应该点？对唔住啊，哥哥，攞你啲物质啫，你唔使咁啊。应该 OK 嘅，走得啦。哦，佢俾我哋走啊，太好啦！佢话你走啦，小姐。哦，对唔住。喂，飞啲咩落去？乱咁掉嘢啲人啊！将黑色嘅物质系啲咩嚟嘅咧？但系。里面装住，哦，我知啦，俾只猫，因为佢话卡住咗嘛，硬系咧啲提示俾啲掣卡住咗，都系啲滑散散嘅嘢啊，抹一抹个雕像啊，唔该，抹下只猫啊，乖乖乖乖乖，系咪咁？大家其实中意狗多啲定猫多啲咧？有时我喺度谂，会、哎、一个转身只猫拧一拧啊，会唔会再揿入去咗第二边？确实系咁。咁有啲难，有啲难搞喎。有四条路嘅话，我哋 safe 啊，搏一搏。其实行呢两边条路系最好嘅，某些程度上，因为呢两条路都未去过。开，我喺度咩啊？冥界之河啊！哇哇，做咩啊？踩地雷啊！唔系啩？玩啲咁嘅嘢，我唔系好识嘅啫。睇你嚟，冥界之河有提示啦。黑白，即系点？黑白棋啊！即系我哋打斜行噶咯，几格？啊！你虾人嘢！咁我就浸死咗啦。
点知啊？你全部掣都红色，同我讲黑板，太好！我哋上咗去上边睇咗先，咁入到去嘅正常啲啦。花瓶里边有一束睇上嚟唔错嘅花，咁你想点？你咪想攞咗佢？睇先，咦，黑白喎，呢度真系应该有啲关系。睇先。他们是一个个的站点，我怎么记啊？记一记先，黑白即是点？我不明白啊，这里很复杂，有个窿，有记忆，读一读，记忆，舒服时间，爸爸病故了，他告诉我，妹妹现在很危险，只有我的魔力能够阻止到他。爸爸好痛苦，佢讲嘅呢一切都系佢造成嘅。你一定要用你嘅魔力守护住呢个屋企，唔可以俾佢出去，令到佢出去害人啦。咁样，所以爸爸系要我继续将妹妹关咗呢个咁嘅阴蔽屋企里边。我知道爸爸系啱，妹妹将我哋所有嘅人全部都杀死，但系我同妹妹约定好一齐出去玩嘅。对唔住啊，妹妹，请你唔好恨我，我会一直陪住你。好惨啊！阿爸无啦啦就俾阿妹吓死咗啦，跟住家姐就话：阿爸就话你要睇住个妹啊，如果有咩冬瓜豆腐发癫发喊咧，你就死。黑白究竟系点解咧？算了，去埋另一间房睇睇先。咁，喂，咩事？有个无影嘅墙阻住咗我前面，好似有一啲咩睇唔到嘅嘢阻住咗。咁出翻嚟先。是不是可以推啲棋去食佢？但我唔识行国际象棋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咁点算？我连边一只系边一只皇帝我都唔识分，我点玩？黑白系咪同呢度有关系咧？同埋嗰个跳，哇咩事？哎弊，先 save 先，好惊，好惊无啦啦唔知发生咗啲咩事，先 save 稳阵啲。黑白。真系要谂谂黑白系点解？黑白应该系关啱啱啲棋事。哎呀，我又行错咗啦，算啦，得唔得？唔得，点样啊？你要一踢过啊？你要嘿嘿嘿嘿嘿嘿嘿，系咪要一嘢踩晒咁多粒咧？有冇方法可以九格一嘢踩晒咁多粒？是冇嘅，都系有嘅，咁样啦，得唔得？但系咁咪翻翻转头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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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问呢度点开？我已经尽量踩白晒佢，喺呢度喷白我都冇办法，有啲难度啊！佢哋系一个个嘅云站点。但我点跳啊？哇！呢度果然系呢只 game 最难嘅谜团。我记得我睇呢只 game download 嘅时候，我立过下人哋啲留言，佢话有一个位系黑白棋嘅，但我冇详细咁睇。佢话嗰个位好难，睇多次先。黑白乜嘢黑白啊？呢啲黄色混浊嘅水，好明显就系一啲好耐长期洗人哋嗰啲唔着嗰啲底裤嗰啲水嚟噶啦。诶，冇事喎，竟然！啊！我点估啊？呢个位，你咪同我讲逐个试啊！要嗰个站点系咪真系有关系咧？我觉得应该系相辅相成嘅。我哋睇多次，随手抄一抄，抄到咩？抄到嘅。如果假设。真的很难啊！睇下先，呢度系八，揾张吉少少嘅字先。你等我一阵啊！太复杂啦，因为呢啲咁嘅嘢，呢啲解谜咧，第一行系六同埋七，第二行系冇嘢嘅，第三行系二同埋五啊，跟住系五同埋。
跟住系冇嘢嘅，跟住系二同埋四，跟住冇嘢，最尾系四，大约系咁啊！佢哋个企位就系咁，但系我唔知系有咩用啦，帮我抄咗先啦。我觉得应该一扣年年紧扣一环接一环嘅，如无意外嘅应该系，但系。是不是八粒掣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是八粒掣的，非常之好。这两粒应该是没事的，果然。但我怎样去到另外对面呢？因为隔离，哎，我不明白他那个设定是怎样，因为他有很多空间嘛。哎，咪住。哇，点知啊？我想到一个可能是的情况，就是国际象棋的行法啊，记错了。如果国际象棋的行法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打斜的，如无意外，应该就是翻下边先，呢度打斜。我怎会记得你那里怎么走，是不是我们应该上网看看国际象棋怎么走才继续玩下去。试多一次吧。这两格啊，如果这格我不是要打斜，啊，都不行啊。诶，得了哦。啊！我恨你。好啦，我翻翻嚟啊，大约知道个窍门啦。我系自己谂嘅啫，暂时未睇攻略嘅，希望啱啦。原来咧，如果大家有抄低嗰啲数目字咧，其实有啲嘢相连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啱嘅。呢度限两格，呢度限一格，啱嘅。跟住呢度限到去二，系啦，跟住一、二、三。如果大家知道就是对连翻，其实就是系都大家明白的。如果你抄低咗啲数字咧，只要摆翻落去睇咧，就会睇得明白。我好难噏俾你听。咁跟住呢有啲记忆，使用魔石返回咩嚟？呢度个掣，绿色嘅手掣啊！我唔会过完之后死我。咩事？我住传来咗开门声，啲惨叫嘅声啊！使用魔石返回啊！有啲不祥嘅预感。啊！我抄你只马，我抄你只马，我抄你只马。点解？点解你要咁做？唉，好啦，应该要点样避开咧？要好小心啊！你知唔知行呢条路？呢条系死亡嘅路。随时准备起跑，突然间发出咗阵阵嘅绿光，跟住听到马嘅叫声，呢个系马嘅叫声嚟。我想知道如果我踩翻落，我唔会跌死嘅。唔好搏啦，我哋行呢边睇下先，喺呢边会有啲咩隐藏嘅嘢？冇啊，出声，唔理你啊，我咁样噶。哎呀，跑得快，跑得慢，跑得快，跑得慢。顶你个肺啊！唔知点解前面有个cut住咗我，跟住我就死咗啦。太邪恶啦，其实就系、是。算了，我哋行多次，我已经行到熟晒。系鬼，你冇无啦啦死咗，有啲惊惊地添。Okay, 过到嚟，顶佢只马真系，睇嚟要兜远少少。引只马过嚟，等佢自己翻翻转头得唔得咧？丢你！点解道门会开唔到嘅咧？
点解个门会开唔到？哎呀，救命！哦，我走得甩啦，正谂住喺度轻松之际啊，跟住我发觉走唔甩，想喊。已经熟咗啦，已经职责。总之其实就系数字、数字、数字、数字咧。如果大家唔系好明点过嘅话，即系净系得第三呢格应该系可以过到。啊！我恨你个鸭，我恨你只马，我恨你啲枪。算，嚟多次。唉，啊！你只马真系好嘢啊，跑得快。日行千里馬就係呢啲啦，係咪 ？OK， cool， 已經行到熟，熟到咧基本上都唔使睇翻，真係字都記得。要打斜行，拜拜，拜拜，閃閃閃！點解道門會打唔開？點解會喺我上邊？究竟道門點樣先打得開啊？我知啦，你好嘢啊，真系好考功夫。如果冇估错的话，应该系咁。大家知唔知系点？开完掣之后走翻转头，我觉得系咁。跟住用魔石翻翻屋企，我哋试下啦，不如啊，孤物灵系唔系都好。我避啊！对唔住啊，马仔。拜拜。佢浮翻上嚟啊！哎呀，好惨啊你！好恶搞啊！作者你好嘢，我俾个 good 嚟呢度真系完全爆到咧啊！会唔会突然间多啲？有啲唔同咗，有啲唔同咗，啲马多咗好多，会唔会咩提示？都是用牆塞住了，我們走不到過去。我們剛剛進去開了掣是有什麼用？其實不是拿道具的嘛，不是拿道具的。那是什麼呢？來回這間房看看，是沒有用的。你好啊，開不到。剛剛我們扭了掣，應該某些機關開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什麼機關。那我們看看一隻貓要抱一抱它的位置，職責翻翻嚟呢边，会唔会呢度门开咗咧？真系谢四护士，感谢。好啦，我哋过翻去继续开。一面沉重嘅木门隔开咗去路，吓、啊、即系唔系啊？即系可能我要攞啲大锤啊，或者其他嘢破坏佢。翻翻之前间房咧，会唔会有啲咩新嘢出咗嚟？呢间房会唔会有啲冇？仲争啲咩咧？我哋如果要破坏一啲石嘅嘢，系诶个雕像个头又唔见咗嘅。大家留唔留意到啊？呢个头又冇咗，唔系呢个雕像又冇咗个头，好惨啊！雕像大叔咧，永远出亲场咧，都无啦啦俾人攞咗个头。咁应该点？又陷入了一个新的谜题当中，以为过到啦，点知原来仲未过得到。我仲谂住只马追到去后面咧，先会弹出嚟，先会弹后添，谂唔到一嘢就直接成只嘢弹后咗啊！即系令到人哋呆咗。咁跟住点咧？但呢间房走八走格仔系呢一格。我都系关事哦，我估噶咋，睇下啱唔啱啦，错就算咁行，啱咁行唔啱？不过佢花嗰个系有提示，知唔知道九格啊嘛，啱啱好，我又谂多咗，即系咁点咧？又有啲卡关添，喺呢间房会有啲咩？
嘢嘅，都系记忆啊，记忆应该唔会有咩特别嘅变化嘅。系啦，爸爸病故，佢话俾我听，妹妹而家好危险。究竟妹妹系咪冇魔力咧？妹妹真系有恶疾，妹妹真系有一啲好劲嘅疾病咧？其实妹妹系冇魔力嘅，只系会传播一啲病毒啊或者其他嘢俾人，而我哋只系一个有魔力嘅怪胎。其实两兄妹都系呢个怪胎啊，咁样都几悲哀。其实爸爸都唔俾我出去，因为我惊啲魔法，我惊佢用我魔法打死人，唔知但啦，就系咁。知会唔会？应该唔会嘅，但系 OK 系冇嘢。好，咁系咯，又遇到有啲难题。咁睇嚟遇亲难题嘅时候，都系我哋差唔多玩完嘅时候。喂，住，我想试多一样嘢。啊！就算系咪玩完都好，话俾我听，坚硬嘅岩石，我系咪用魔法可以消除到佢？我哋想知呢样嘢啫。咁坚硬，我哋就用魔法，魔石系唔得嘅，可以。咁好啦，今日就暂时嚟到呢度先啦。如果中意影片，麻烦俾个 like 或者俾啲 comment 我啦。咁多位，拜拜。